面对不受监督的政府，剥夺了国会调查听证权，预算不让监督，面对违反民主的政府，不让我们拥有言论自由，网络上面有政府相反的发言遭受网军攻击，不懂民主保护言论自由的政府，佩服这些年轻人勇气站出来，年轻人新的气象，年轻人他们心中最干净的声音，当下的政治的改变，在地的年轻人，学生，充满理想有抱负的政治工作者，对于这块土地有理想责任感，放眼未来，不希望环境政治烽火连天，满目疮痍，给他们更干净的政治环境，留给下一代的亲民健康的政治环境，而不是充满斗争、谩骂、抹黑国家社会。不同意罢免票，不是为了某一个特定人或某一个政党，为了基隆民主的未来。这一票政治的恶斗、仇恨的动员、不当的政治环境说不，跟年轻人站在一起。